其实呢，我是想打后卫，但是就因为我长得像姚主席，一直让我打中锋。技术呢，确实有一些都是跟着姚明这些电视上动作学的技术，尤其是梦幻脚步，怎么学都学不会。就因为这个长得像姚明，我对篮球也比较痴迷。这个打篮球的动力吧，毕竟偶像的力量是伟大的，就是想。